战友们要记住啊，复旦帮最重要的是江家起来的，江泽民、江绵衡，非常重要的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叫陈云庚，政法委书记。再一个大家记住，王沪宁绝对是个高人，然后出来最牛的人，第一号人物复旦的就是沈南鹏。沈南鹏完了，吴征、杨澜就更是了，包括孟建柱、孙立军啊，这100%都是复旦帮。他不一定是复旦上学，但绝对是复旦帮。江泽民老大，王沪宁老二，然后是江绵衡，然后后来就是江志成，然后就是沈南鹏，然后是马云，啊，然后是郭广昌啊，这帮孙子啊，韩正是100%是。所以现在兄弟姐妹们，你看看复旦帮，你再看看曾家，没有一个人说曾庆红的，复旦所有的企业是在曾的时代把它扶起来。